大家好，我是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。青年民建联一直致力推动青年多元的发展。今年疫情和经济不稳等的问题，相信很多初出社会的青年人都会遇到很大的挑战。今年青年民建联将会举办第一届青创未来计划，除了提供超过150个大型机构的实习岗位之外，还会提供实习前期和后续的培训，未来更有机会可以去到大湾区和内地交流和培训。相信计划一定可以帮助年轻人好好装备自己，增强竞争力。有咁好嘅机会，仲等紧啲咩呢？大家快啲上网报名第一届青创未来计划啦！